就所以你的整个画都有颜色的、因为这个背景呢它可以在这后面没关系的。这个地方就要小心了，这个地方就要小心了。还没有干，特别干。这样的话，你目的是干什么？就把这个白呀、就给它衬出来了。OK。这个目的就是能够衬出这个来。从背后上色是不是好一点，比较不会阴。你说哪个？这个，你现在上色。从纸的背后上色。从纸的背后也是，这是另外一种方法。画山水的话，现在啊，他们很多人在整个画好以后，他在纸的背后，他再加颜色。可不太一样的意境，颜色上面还是背后的会。有点浅吧，我觉得。不容易弄出来。你看它的毛，这个毛就会出来了、这个它的毛。你也用喷的也可以是吧？喷嘛，我平常都是用喷的。喷水，先喷喷水，然后再、可是还是要用颜色，用白寿司刷的，白笔刷。刚刚掉在这边掉了一点，掉颜色，对，把它 cover 了 ，cover。那一张画呢，有给它一点仙气，所以呢，给它一点白在里面呢，让它飘。那个月亮大一点。是啊是啊，他找不到的大概、所以这个呢我在考虑是不是要留留白、留白也可以，留白也蛮漂亮。 OK、有时候留白的时候呢，你就是来把它用这个染让他看，让他出来怎么样？也许可以。好。你现在打开，好，来揭晓了啊，是不是洞？太小了，太小了，我这边补救一下，补救一下。白色要把白色掉了。哎呀，有一点白嘛，补救一下。看不出来的，阴都阴过去了。不会，因为还是湿的关系。它只要一降就可以了。会变黄色的，变色。在哪儿？不要全部给他那个。好。OK。挡住一些。Yeah。 好吧。行，它挖开了一些。大致上这样哈、就是说，大家呢，回去那个白什么意思？哦，没有，我在想，我说是不是要给它稍微一点白的云气雾气，有一点有一点 contrast， 不然的话全部涂的话，所以他说有点仙气，自己的想象力，对，有点雾气的话，然后最后 ，OK， 还有几分钟哈，最后来，还有十八分。圆
understand?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? No, so you normally would use... I use that spray. Spray. But today I forgot the brain is spray. Okay? Yeah, so that make a lot of difficult. Or else it's easy than this.这个是它里面的那个果子，那个果子，呀、yeah, ，但是呢，你看起来的话就是，亮晶晶一样的。是什么果子？松果啊，松的控，开控，开控啊，有点像开口。如果我用这种点的话，那就很死了。对 ，OK， 懂这意思哈 ？OK， 这很像夜光。